啊，你看，你放下锅去，第一个时间把它接着过去。那如果没有接到啊，没关系，再接也没有关系啊，没有接到没有关系。没有接到尾端那一端，它不会出去的。因为三点它才会跑，两点的话。看他如果没有接到，他等一下会停在里面，哦、因为他这一点没有接触到。对，那你这只进去。这一只真的跟不很不 OK 哦，这一只，哎呀，这只，所以如果你刚刚那一只比较直，它动的时候就快，对啊，动的就很顺。这只有可能外径比较小了一点，这个要再进刀，稍微进一点。会转啊，不过怕它在中间摩擦久了，所以还是人要辅助帮它转一下。光滚轮它没有牵引力啊，你看说牙轮它还是用靠那个牙的螺旋来去